本来想讲我回有正常了，你应该替我欢喜，想袂到你会气我气到这嘛。那我做是你，何人当作是戆大呆创治？你敢有法度遐尼紧就原谅伊？无法度。安尼就对啊。为着我即马只要想到你甲我骗，我就生气。啊，搁有啦，我来遮是要甲你斗三工的，毋是真正是要做织田太太，所以。无别人伫的时阵，咱是保持距离。只讲笑好啊，更有必要呢？有，我有我的原则。啊，不过你若是要超过离我这远，若万不以后真话你遐人看到，因若起怀疑，唔通找了你好意。啊无，我也讲笑。哇，公尺是五十公分呢！小爱，你两个是在等啥？你莫袂记的，这毋是公司呢。你甲恁太太看到嘛？还佮恁阿姊，敢要拍招呼？还是讲爱等时大主动向恁请安？咱织田家当时有种规矩啊，还是讲我正经迄个嘛，怪得了伊的时阵。才定个新的规矩啊！好啊啦，坚持啊，莫为难小海啊啦。大家拢是一家人，哪有需要伊领搞勒索啦？啊，搁再讲啊，小海嘛，伊领久拢无转来啊，咱应该互伊感觉讲家庭有温暖才对哦。对啦，真哦，安内无带小龙珠做伙来，伫阮爸妈遐啦。因就听讲，伫进前一定甲小海电了。啊，小龙珠只是一个囡仔，万一一吵一哭，你就甲电，安尼足危险的。所以就坚持讲囡仔爱互因带。妈，都甲你讲哦，叫你唔通安尼，这么爱跋好咧。你看，人也无变领情。姐姐，做妈妈的会替大家囡仔设想，这真正常吧？就像这干嘛？为着大家的查某囝，拢会用心计较，想要互因过上好的生活，敢不是？阿姑，哎呦，阮阿妈、阿妈，阿因足无简单才找着我的，啊，当然嘛会全心全意甲我栽培啊，那无嘛袂为我争取迄副总的位置啦。爱姐，你是恁家上少年一辈呢，当然要重点栽培你啊。你看你阿妈跟你妈，我有心嘞。要不你去公司上班，就替你个弟做拢找好啊。因为啊，爱家对伊个工作足重视个啦，所以当然嘛，一切拢准备齐全了，才去上任嘛。啊，就亲像讲，先甲助理找好好这件代志，嘛表示讲伊负责任。啊，我爱讲啊，因进前捌真正试上过呢，你确定伊爱会爱着？这就算无把握，我嘛袂当承认啊。因为我若是连家己的地主拢无法度治，阿舅一定会把已经批准的人事命令收倒倒去。啊，当然嘛无问题。我较早有伫社会磨练过啊，啊，啥物少的我无拄过。阿舅，你放心，哦，不管是老的，还是细汉的，还是啥物头壳有问题的人哦，我拢有在条应付啦。啊，那无你会当叫阿金把小龙珠带转来啊，我会当帮忙倒照顾呢。小龙珠，小龙珠在倒。在阮爸妈遐。李俊柔啊，既然你拢要搬来遮住，是安怎无爱把小龙珠做伙带来？敢讲我会提防我这个做爸爸，看到我家己后生哦？喂，你是讲啥啦哈？啥物？你后生啊？今麦哦，静柔姐是咱的阿金，所以哦，你爱叫小龙珠小表弟。什么小表弟啊？小龙珠是我的后生。年龄较差不多诶。阿姑甲阿金已经结婚啊，阿爷后生哦，当然嘛要叫伊小表弟，无要叫啥？阿姑打来啦，紧叫人啦。无啊，是对啊，唔对啊？
你爱我叫因阿舅甲阿金哦？嗯，无咧，啊当然嘛对我叫，无要叫啥？我好啦，爱情，别别去，伊拄仔已经有叫，我有听着。乖，我乖你一口。对啊，真哦。咱两个结婚以后，小龙叔得爱叫我爸爸，那呢，以后袂当叫李伟汉哦。无要叫李伟汉，要叫啥？咱两个结婚以后，小龙叔得爱叫我爸爸呢，所以当然嘛爱改姓，叫做织田伟汉。嗯，织田伟汉，听起来袂歹。我好心想了，要对你这动我死啊！啊啊啊！别听他，别等他。我是你阿姑呢，你怎么想什么态度在跟我讲话？阿姑，观众知影唔对啊，你放手好不好？拜托你啦。好啊，太棒了！我好心都要为李伟汉变成织田伟汉嘞，我真正袂堪要气啦。别气死啊！啊，我甲静柔结婚以后，小龙叔就要叫我爸爸，伊当然嘛要对我叫织田伟汉啊。当然不是，别叫，别叫李伟汉了，怕死哦，我们要对你姓织田呐。静柔，你有听到吗？我听到啊，多谢你，我今麦就放心的。无啊，你今麦是咧，今麦是咧笑啥啊？你给我讲清楚。哎呀，阿公，紧，太子啊，伊淡薄怪怪，莫甲计较吼，啊，你先休困哈，晚安。多谢你，拄才给黄安忠家己承认小龙珠生你。这无啥啦，应该啦。刚刚今日开始，我就要跟小孩做伙困啊。宋嫂，安娜，我困碰椅啊，你困门床啊？还是讲你想要我甲你做诶困门床？哪有可能啊？我只是无想到你，你哪会知影诶衫橱内底有这棉被？总袂当讲是姐夫先替我准备的吧？啊对，我拄好奇看衫橱内底有放啥物件，就发现有棉被啊。所以，咱今仔日就做伙困吧。啊？啊，歹势，我讲得伤紧。我意思是讲，你困你的，我困我的，咱做伙困伫咧这间房间内底。需要你到三江。哦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伫遐就好。我那拉链开掉啊，你跟我到三江啊。啊，不过你目睭开开。目睭开开，变跟你到三江。啊，我不管啦，紧。你即马把手伸出来，就当摸着迄拉链啊！哦。我摸着，让我叫啊！嗯。这嘛要半公尺。安娜，安娜，我头痛。哦，拍死，拍死，拍死。我等你。
娘，我搁试看卖。你是不是看到啥？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无，我连那条白白嘛没看到。你给我讲。紫田多爱，别胡白想。你即马是紫田多爱，不是谢小爱。我好爱你，竟然叫我扮猪吃老虎哎！爱老虎油。老婆早安。你要看我看久啊？差不多两点钟吧。啊，枕头怎来澹澹？哪有可能？我睏的时阵，才袂流嘴暖。嘿，平安啦。哦。哎，真哦，自我恢复正常了，拢一直甲我歹，拢无给我好面色看。你欺骗代志，我甲你回实的啊。敢讲你阁唔肯原谅我？那有人一透早就问这个？好啦，那无我先去便所，你先整理一下。我想啊，对伊遐尼歹，我就经过遐尼侪代志，我要哪会知影哪面对？你得把我当作是谢小海就好啊。你头听我讲话哦、喔。我拄仔伫对便所出来，听到你咧吐大气，才听到你讲的话。也毋过我即摆知影，你毋是因为讨厌我才甲我歹，我着放心啊。你目睭若红红啊？你无睏好？其实我规暝拢无啥睏。为什么啊？是毋是睏袂惯是？是讲啥？跟碰伊当然嘛没关系。不是，是因为我一想到咱两个是翁仔某的身份，得困一个同一个房间，我就怀疑甲困袂去。早知就莫问你。真好。你会当逐天拢来给我抱一下无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充电站，我只要逐天来充一下电嘞，我就会当精神满满，保持脏的视频啊。上好是啊。看袂，搁剩五秒哦，五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李金龙拍摄的模样实在足够水的。昨暗小海还佮李金龙感情才有亲像阿母共款，困到一点梦床啊，还是只是演戏玩看尔？我看我也是爱突击检查一下，无得开当了证据。Yuki， 你在床上。Yuki， 你有要紧吗？不要紧啊，可能是白囝的关系啦。我到内面抱抱，是咱爱的结晶呢，袂当讲算笑的。哎，行啦，我去房间休困哈。不要紧啊，我今仔刚刚几个人好做侪。哎呀，不要紧啊。姐姐。小五，安娜过来吃。哦，
啊，我拄啊在形容人敢那会艰苦艰苦，可能是因为有心啦。啊对啊，啊恁两个阿婆昨暝有睏好无？帮恁的福气，昨我甲静柔过了一个浪漫的夜晚。